隔壁在场身后小孩在嚼树水。你就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别吵了。你挺么不说？我不敢，我怕挨揍。哦，我不怕挨揍。怎么了？有个纹花臂纹身的大哥，不是我打不过他，是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他你不信？他才出的，他才出。来了。六可以分成一和五。大哥，吃面吧，面挺好吃。不玩一个饭数的。嗯。不玩一个学数学的。啊。就刚才叫他走来走的，我就不会说了。我说了。别说话。吓死我了！别吓死我了！